汉这个被称为“冬奔暴雨澳洲金童”的人，他在澳洲的很多街头经常表演。可是他的表演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从网上传出的一些视频画面看，我们都知道这种表演通常是都有一个架子，然后人坐在上面去，穿着一个什么大袍之类的东西遮挡一下，这样就看不出这里面是破绽了。还有的就是道具的这种障眼法表演的，大家看看也是够神奇的。可是一看，他原来坐的是一个凳子。想法。